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健康心经。近些年肝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，因为肝病早期往往比较隐匿，难以发现，但平时要多留意身体突然出现的小红痣，也可能是肝病来临的信号。这种小红痣是一种特发性毛细血管扩张症，为皮肤小动脉分支末端扩张所形成，痣体有一个中心点，周围有呈辐射型的小血管分支，形成四蜘蛛，故而称为蜘蛛痣，常出现在面部、颈部、上胸部、肩部及上肢部等部位。出现这种痣，多是由于肝脏受损，导致身体中的雌激素没有被及时灭活，雌激素刺激到毛细血管，使得毛细血管扩张充血。这种痣在肝硬化、急性肝炎等肝病患者中很常见，但也可见于健康者，如儿童、孕妇等人群。不过，若是在出现蜘蛛痣的同时，身体还有以下几种异常表现，那多半就是肝病找上门，要趁早注意了。一、皮肤、眼睛发黄；二、脸和头发爱出油，脸上爱长斑长痘，脱发严重；三、有顽固性口臭、体臭；四、指甲有明显竖纹，而且指甲比较容易折断。目前想养护肝脏，要做好两件事：一、保持好心情。俗话说，怒伤肝。当人有不良情绪，比如焦虑、压力大、生气、郁闷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会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衡，而这些激素的代谢都需要肝来完成，会造成肝的负担，同时还会降低人的免疫力。所以想让肝脏好起来，平时生活中要保持好心情。二、多喝养肝茶。好了，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多点赞、多转发、多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吧，